天是国中、高中小学放寒假的第一天，那么你今年的春节来得晚，寒假是史上第三长的，很多展览业者抢这一波的寒假才推出很多学生们喜欢的展览，有的比较知性啊，有的有卡通啊，还有电玩展也登场。而特别的是，很多的爸爸妈妈不想让小朋友成为三 C 儿童，电玩展还首度的主打15款的 MIT 热门桌游，让大朋友跟小朋友还有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爸爸妈妈都可以一起玩。应该先救这个，先救这个，没有这个就。爸爸带着孩子一起玩桌游，小朋友赢爸爸发出欢呼声，不怕小孩子变成三 C 儿童。家长带着孩子来电玩展，是因为今年第一次电玩展有不插电活动，有别于过去欧美桌游专门于钱，今年主打的桌游15款都是来自 Made in Taiwan。对，而且桌游比较那个老少咸宜啊，就可能过年可以跟长辈啊、爸爸妈妈一起玩。翻牌累积猫咪体重，小朋友在游戏中也测试数学加减法。买房子盖房子，人气不败的大富翁现在有进阶版，不止远离三 C 产品的桌游非常受到家长青睐，抢寒假商机的还有多项展览。放寒假也有很多的地方在抢赚亲子财，像是呢，我随时被这个气球围绕，这个气球探索乐园，你可以看到在这边有一共用30万颗打造7种主题乐园，钢铁人、黄色小鸭、招夯的卡通人物主角由30万颗气球打造出来，趁着开始放寒假，展览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同欢。放假第一天嘛，先当放松心情。那这个你觉得刚刚看完以后，你有什么样特别觉得还蛮有趣的吗？我觉得很有创意，而且他把很多种那个卡通造型都可以把它真实的做出来。确信展览深受亲子喜爱，当然也有吸收新知的。卡通七龙珠为主题的科学体验营，让小朋友体验真实版的可以发射出龟派气功，也可以乘坐上筋斗云等模拟情境。漫画人物史努比跟乐高也都有展览，大赚寒假财。记者夏君成、周瑜的台北采访报道。